收看的是三立戏剧台，马上为您播出戏说台湾。三月十五彼的风，孤单寂寞满街路，两排弯弯的树影，无半句有对我的祝福。啊，再会啦，小梦，来到高速公路就要结束，过去的温温暖暖，全部等你上班的交流路。啊，再会啦，小梦，是我走向成功的那条路，未来的起起落落，祝你幸福，祝我快乐。啊，再会啦，小梦，是我走向成功的那条路，未来的起起落落。冥婚第二人合作传香火、传灯光啊！冥婚过身的姑娘拜位袂使入姑妈厅，所以爸母用铁棍啊、底刷代表灵位，花工拜来祭拜。这个仪式合作灯光啊，然后替找翁，互伊领受香火。出嫁时阵，铁棍会盖戴香火，但是依然唔是扣红包办冥婚，是找外人来讲。有一挂娶冥册的人是因为无主事，那当地人相信冥册会保庇生后生传香火，所以合作传香火。俗语讲，男有孝，女有贵。冥婚过身的查某囡仔合作香烟，三姐妹送只囝娶香烟来做某，搁娶一个送一个，两个香烟上大位，一碗配菜变色鱼，一翁三某吃薄饼，连路边的水果牛嘛要嫁伊。原来水果牛嘛是香烟在找翁，送只囝歪娶却嫌无命。一盏香烟有情，龙母伊的冥婚会变啥款呢？请收看今日的《戏说台湾》，依然娶香火。啊！就恁签破相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免带你假啦，你算命算到底下去。不是你啦，你这个面吼、喔、实在是太平凡了，一点嘛吼都无在引起我对你的好奇。好啦好啦，恁还要算，讲讲嘛哈，他都啊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免带你去下动手啦，不爱算啊啦。算件哈。哎哎，人客啊，不爱算啦。我算命出准的啦。好好好，行了，起身起身。哎呦，你讲这庄严呐！嗯，你知是我未吼？我讲阿公的呀。哎，我跟你讲几百摆，迄一般的人客拢是爱听好听话，你只要讲好听话给伊听，伊自然欢喜，甘愿把钱丢出给你，安尼唔就好啊？我嘛跟你讲过几落百摆啊！哈，恁做媒人婆啊，专门就是讲好话，那我这算命吼。就是讲实在话，嗯，好啊，钱来，钱要怎？要顶啊！你顶要怎？吊顶啦！有这严重？哎呀，我最近哦生理歹干呢，啊唔吊顶，不是要安怎？哎。看你这个面相，恢复一季啊，想啥就有啥，这好命敢着搁算命？准，准，准啊！提起袂停啊！妹妹啊！算啊算嘞，讲，其实你讲得真准啦。嗯，我啥物都无需要算啦，只是我有一个心愿。什么心愿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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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因两个就是我刚才跟你讲，也未完成心愿啦。什么先？来来来，麻烦你看麦，看什么时阵哦，因两个会当找一个好人，好好啊，嫁出去哦。嘿，哎，阿姨，
哦，哎，真正是人，我家惊死，啊，但是看这个面相哦，哎呀，你别烦恼啊嘛，稳的啦。你的意思讲，下面就好消息人？啊，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因两个有一个死劫啦，稳，今仔日稳死呀，免传婚书，直接传休书，官场两户。你这是讲啥？你唔讲到啥讲到准都煞，你讲安尼讲话就长话。哎呦，这先生有命富贵在天呐、啊，我讲的是实在话啊，对不？你干嘛嘛是不好啊？你个狗，靠啊！阿弟，哼，快走！哈，我死啊！啊！加刀笔！想讲吼，我先甲恁看卖一下啦。哎呦，真正是吼，一巧二巧，三温柔，四窈窕，五水啊六巧，啊七少年哦，啊八美妙，九卡十七妹老哦。哎呦，真正是吼，我细目睭，花目白，啊唔捌看过这么水的姑娘哦。像你有眼光啦，阿姊就是讲我啦，你头壳歹去，遐尔简单的讲我你听不出来吗？讲我啦，我，恁两个拢卖小气，我是讲恁两个拢同款啦。啊，恁若要这样的代志哦，交代好我无问题，我甲恁挂保证。迄个伤心的查甫人哦，绝对是对咱的庄仔头拜个庄仔尾去。对啦，庄仔尾哦，看甲望头去，非得要死吼。洪水先煞看看算较少个。阿玲，真欠骂嘞！你讲啥个死啊？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啦。啊，阿玲想要嫁人的代志哦，我处理着，我处理着好啦。好了好了，莫插面啦，阿等啊。做你放心啦，慢行哈，啊死啊再来找我哈，真死，三个去一个转来俩。阿姊，哎，够好个啦，拄则问人婆啊，讲我又够水又够娇娇，哦，我拢要飞起来啊！你免飞啦，因为讲的是我，你唔知哦。好好好，你两摆带一句来一句去好。开心啊！讲到恁两个啦，啊，都已经相亲了一千空一摆，相到甲要变老姑婆去啊！当初吼，我若不是当恁的四姐老母，搁要较轻甲你嫁出去，我即摆是咧烦恼我若做无到，唔知要面对恁的老母啦。阿爸，还是大伯拢要跟我抢啊？你是来讲啥？哎，阿姊，你跟我抢？哎，你怎么阿姊是假啊？什么阿姊？阿姊你放屁啊！他不来杀！过年到呢，阿爸，你即尾仔虽然死啊，
啊，不过阮也是要嫁人哦。这个少年的又够缘投，又够体贴，阮要嫁伊啦。阿爸，你要替阮做主啦！替阮做主啦！你听得到无？替阮听得到无？替阮做主哦！阿爸，做主哦！死啊！都这样三百。甲问恁两个还有啥物生活还袂完成？俗语讲乌酒徛水牛，阿朱家辉在世时阵亲属都拢无功成，今麦死了后，搁想要嫁，还谁敢娶阿因呢？真的啊，你算得真正有准啊！我昨下我也无听你的，啊无，我这有办法来带我走去凤阳化解啊！我就跟你讲过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呐！恁查囡搁甲拍半小时，哼！有这个啥？这一个好心的少年，要甲我斗三工过了。你听我看卖哦，快讲查囡有缘。伊啊。阿伯，那无我的代志哦，我就先走啦。莫咯，这。妹妹。进杯啊！喂，团头来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少年跟恁两个查某囝足有缘的，所以会当……你的意思是后悔？对，传后悔的代志交代我啦。我保证，予恁两个查囡吼有后悔通食啦，讲公妈听，通啊家己服侍啦。我吼也是包鸡包菜包滚满意啦。安安呐。你咧创啥？哦，无啦，好啥啦？啊，算袂，你伫厝哦？我当然伫咧厝诶啊！啊，你今仔日卖菜钱咧？交来。哦。我拄则看到这个钱，是为咱兜钱箱啊内底摕出来的。你当我是青梅哦？今仔是当啊？讲诶。啊，无啦，是我看到有人跋落水哦，我则跳落去救人啊。啊！结果遐个彩虹进来，水啊拢乌有去啊，所以我今仔日才无赚着钱回来啦。这种白贼话你嘛敢讲啊？我听听听，我你较轻的啦，我讲的拢是真的，你爱相信我啦。我就是太过相信你，才会嫁乎你啦。我问你，自从我嫁乎你了后，我逐天吃三百方，为着这个家，我四界向人借钱，即马亲戚朋友赚到不半的。现在人看到我拢亲像看到鬼，你拢会晓背嘛吼？拜托一个，较有出头的好无？敢会使让我过好日子啊？哎呦，我嘛真拍拼啊，只是无好赢命啦。啊好啊，莫去讲啊。啊，我包肚枵，够物件好食无？哇，这么好，你摕十块我去买物件食，我就知影你念几念啊。新瓜头嘛是做听信我这翁啦，免少想啦。即摆咱家的总财产就剩这十块尔哦。你用这十块去买上好的菜籽来种，若是种无好，赚无钱，你就拢免食，知无？退去啦。妹妹，
哎，真希望我变成好野人，就免亲像即马哦，大天为着一个烦恼啊啦。哎，老火啊，人若衰哦，进步也生菜瓜啦。哎呦喂啊！你甲看卖咧，见红啊啦！到时啥你会发达啦哦！来，我问你，你有想要发财无？发财？那有这么好康的？恁是不是要叫我做歹代志啊？还袂讲煞咧？不是啦，是好事。我先讲哦，对不起良心的代志哦，我是袂做的啦。哎呦，你放心啦，这是善事，而且吼，佫一定有福报的。真正这么好康？我跟你讲哦，稍等下来看伊把红包捡起，恁就紧走出来叫姑爷，知影无？知。哎，阿婆，阿婆，来，你嘛行较慢嘞哦。阿妹啊，啊，我都感觉枵啊了。坐你来一旁，行。无啦。嘴大啦，嘴大，你嘴大，嗯，啊，遐有咱的红茶，我倒有你啉啦。真正是十外奇怪的家乡酒，七怪八怪啦，红包若捡起来，都爱带贵新娘入门啊，一盏冥婚敢会成呢？金纸，生辰八字，姑爷，老爷，你这里，你这里。哎，干啥呀？总是给我等着啊！真热，真热，真热。你爱我娶油火？不，不用请，不用请。我已经娶某，不用娶油火啦。无咯，这是我存的十块，算是我包的礼金。啊！叫你查某囝，早你找到更加好的对象，莫甲伊找我。无啦，莫走！啊，即摆心情啊，啊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！你嘛，互人消化一下。拄着这种代志，都毋是痟的，拢是答应。但是你安啦，放心，只要有阮某得了，死工作活，歹女工作生女。我就是安尼去互骗去。不要。干嘛呢？无，是我甲你骗。那我嘛甘愿了。哎呦，你别去拍阿姨哦！哎，等一下，不，我跟我认识这个，你还相信我？我知影，我知影，你一定把迄个杂科当作三脚藏起来对无？你哪会遐尼自私啊？借钱拢是我咧借，开拢是你咧开，你到底是毋查某囝？莫遮尼大声，我真正无唱西客啦，我讲拢是真个啊！你讲甲讲。哎呦，这刀安尼来夹夹，是要人惊死啊！无啊，啊你是啥？哦，我是算命，专门咧共算啊，土阿土西啊，啊那是伊啊，是包协会、包万谈、包红、包开、包幸福、包美满，每人包啊，包娶子嘛，专工来提亲的。有无？我无甲你骗啊，因就是比我娶协会的人啦、啊，啊你来遮创啥？我唔是讲要甲伊找我，无，你知影啥物叫做三找命？我知影啊，就是讲迄个查甫人爱娶三个某，啊是讲翁个啊，假使伊若是无娶三个某，因会安怎哈？真啊，轻者破财伤心啦，啊若重者家破人亡倒房，这严重哦。假讲，无怪哟。拄仔咱进来的时阵啊，都看到伊两阿母咧冤家啦。我看吼，这对阿母
缘分差不多爱煞哦。穿你缘啊啦！过来，你给我过来！你到底是讲啥？什么三清命？我绝对袂让我的红绳去娶白查某啦！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，拢同款。走，紧走！哎呦，你听我苦劝啦，你哦，若要让恁翁去外口娶迄个查某，等下跟恁咧结去，归去，你就让伊去娶迄两个香火啊，倒转来啊，结结是恁的翁家倒顶哦，加两个同工啊，尔，伊也袂惹你生气，嘛袂跟你烧钱啊。搁再讲吼，来，这个是安尼吼，也好吼，这个翁啊，嘛是恁咧困的。恁的日子嘛是照过啊，啊，搁有啦，赵老爷吼，有这心意要给恁啦，只要恁肯答应，吼，恁要爱偌济钱，伊拢会用给恁啦。恁的日子哦，恁日子足好过啊，敢毋是嘞哈？走啦！哎呦！我甲你讲，要叫我卖翁哦，是绝对无可能的啊！俗语讲，甘愿嫁打仗未使，外家人公家红使，就算是娶香火，说明嘛不爱答应呢。一声阿土仙甲包娶即嘛，是要怎替阿朱家辉来完成冥婚呢？明仔载工作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依然娶香火。俗语讲，公妈牌无服侍老姑婆。早期台湾社会婴儿死亡率真高，未嫁查某囝是袂使入祖先的牌位，所以才有扣红包冥婚的风俗。第二难，过身的查某囝若是满十六岁时阵，父母就会放出风声，由满人婆来牵线，找适合的男方来嫁。这嘛是全台湾唯一用媒妁之言来冥婚的所在。第二难，有人讲叫做娶香烟，嘛有人讲叫做娶香烟。某人讲做娶东宫啊，啊香烟就是讲有一挂要娶查甫的这边者，伊有可能伊一直拢是生查某囡仔，啊要借由讲冥婚的这种方式，他我都通一举得男咯。因为明初会保庇西南丁延续香火，所以第二难冥婚嘛叫做娶香火。我最后的心声。